在我的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在我出道以后，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以后，发现自己特别喜欢音乐。那音乐是我的起源地，是我的第一个职业，所以想要当一名做音乐的音乐人。不要那么用力，OK，主要是声音，那么走个队形就好了。好，We just do the formation. Just formation. I just need to get used to it. Yeah, cool, man. You guys don't have to go all out. 其实自己是特别特别紧张的，包括现在我上舞台，不管上多少次舞台，我的那个紧张的感觉，还有激动人心的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从来都不会变。1, 2, 3, good show. 辛苦，明天见。这是舞台跟表演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人如果想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又不去做的话，就太对不起自己了。那我会义无反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旁边任何人的声音，其实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在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You know, one thing is sometimes you don't want to hear a voice that much.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Because you want to hear the feedback. 重新回归到音乐，回归到舞台了，让我感到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那跳舞本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就像我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音乐如果不开心的话，就不是音乐了啊，不开心无音乐，绝对是这样的。所以，做这些音乐啊、跳舞啊这些事情，自己必须要是非常享受的，才能够，做出好的东西来啊，观众才能够感觉到你那种热爱，跟你一起欢呼，跟你一起激动。所以，我相信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会尽全力去做好。那我会保证它的品质，绝对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绝对不会把一些我认为没有意义的或者是一些很垃圾的东西给大家听。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思了。那我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是因为我会全神贯注、100%投入的去做这些音乐。所以，不管是现在也好，还是未来。也许未来我会做更多实验性的音乐也好，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是，我不会去让其他的声音阻碍我在音乐上面前进的道路。那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